开机就暴击哦，大母蟹，开机就是一百多一千多东西，反正人家养的养的，死掉了，好多都死掉了，可惜了，养这么大给死了，太可惜了。出来赶海啊，兄弟们，跟老爹学一天一两千的技术啊，不然是没有前途的。喂，这一只不动啊，不知道是死掉了，死了没有？得了相思病，死掉了。哇，很肥、啊、是死的还是蜕壳的？死的，死的，刚死，估计死亡时间在昨天晚上七点钟。哇，还挺新鲜，还是大晚上死的。对，大晚上死的有很多种死法，有一种叫做舒服死的。啊。今天来的这一片泥滩哦，比较浅一点。可能有点心有点臭。啊，老板。大嫂。跑得很快，那下面有石头啊，这条很大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数一下我爹到底挖了几个锄头，我就按前面就按二十个锄头算，那不止啊，差好多啊，我一直要跟着那个线路走。要找那个线路，这条很大，很明显看到那个眼特别大。老爸现在在认真看他往哪里跑。差不多了，我爸确定这边了，来了，上货，上货，哎呦，哎呦，可以，快速来几下啊！老爹挖到第一时间就要给大家展示一下他的成果，这是要丰收的喜悦嘛？哦，这个头可以，很大。这条不过稍微比较短一点，嗯，啊，那么靠一个，背篓的又来了，其实我们也有带桶啊，看一下，这个给大家看一下桶里装的啥，道具呀、啊，你要被大家打，我跟你不能讲那些，没事，我隐身，我黑看不到我，哇，章鱼。来了，上货啊、上货！哎，刚才这个应该我来，老爹这么含量这么低的我来嘛，很粘，这个底下吸盘很多，很粘手。咱们的目标，哎，也怎么讲，这个遇到蛇嘛挖蛇嘛，遇到章鱼挖章鱼，免费教学的时间到哦，大家认真学。这个我爸说是那个鞋满的，鞋满的，百分百鞋满。然后这样过去，这里面是一条鞋满。你们看得懂吗？说实话，我都看不懂。没事，看看而已。看一下啊，看老爹把这条鞋满挖出来。我今天好像水比较多一点。这个滩涂上的哦，每个生物它都有它自己的特点，独特的特点。好、哦，还在跑，这边泥土也比较稀软一点，大家也能看到啊，就比较稀软一点。好、但是它跑不远，就在这一带。啊，开始往这边走，就刚才咱们讲的那个位置。还在跑，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啊、哦，
我爸说这条鞋嘛，吃饱了没事干，就知道跑。还在跑，还在跑啊！来来来，黑走黑走，哎呦，有没有看见？哦，我看见了，应该相机应该是能拍到。嗯，要给他跑了那，我还混个屁。你看，老爸就是提前看哦，提前看他那个走向，然后踩他的后路，他就会往后倒车，你知道吧？这个除了佩服以外，我觉得没有别的词。嗯，词穷。那他过好些。这是脚上那边吗？应该是吧，因为往这边往，因为被我踩，被我踩了，他说可能会跑没了。这个又得挨骂了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挖鞋慢就是这样，你不能在前面踩，因为他，不一定说往哪里跑，所以这条你得负主要责任。嗯。啊啊，在那边，在那边。好。嗯。我出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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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来！哇，这个大家出了666，还能说什么？嗯，这个工程量很大。这个工程量没有咱们之前那个工程量大，那个工程量更大。那个是软的，这下面是硬的。对，两个人挖了，就光那只追那只鞋嘛，追了有半个小时，然后搞得特别特别的大。最终还给他跑了。大家想看视频的话，我可以上出来给大家看。好，有没有看见？这是一只青蟹。在这边，我在挖章鱼，你在拍那个。哦，你挖出来了没有？现在搞死你！哎呦哎呦，真的有！我跟你讲这些，你就听不懂。什么叫技术？你又不学。我这边也上货了，好不好？看到没有，青蟹。我怀疑你是……哎呀，这么小！我怀疑你是放在那边。你说这么小的，跑掉了？我还得抓出来给你们看一看。啊，有蟹苗，蟹苗。对呀、啊。那我这个20块钱的功夫你不学？20块的功夫。瞎猫碰上死耗子啊！切，我都懒得跟你讲太多。有没有看到涨潮了？大潮水啊，一天两个潮水。早上跟下午都可以赶海，长得特别快。我们现在要慢慢往上挖，慢慢回去啊。这里面有一条鞋脉，你不懂。这个高端的赶海技术，你不懂。啊，就这一个窝，一条鞋脉，一条章鱼。章鱼是按条算的吗？哈哈。你扣一扣啊，别给他干嘛，你又想让我上手？看了不看？不看了，看着就这嘴嘞。我不怕，我怕直接把它挖。不怕。对呀、啊。我怕直接把它。哎呀，挖章鱼我是100%命中率的，老弟，你换心好了，你想好了。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上货。好了，好好了，别挖了。上货。要不是怕把它挖死，看到没有？啊，妥妥的，老弟，不是不屑一顾，鸟都不鸟你啊！一口脏，出来出来！哇，老弟，哎，你滚！哎呀，站站，不能坐的，哎，快滚！哎，滚！多了一点，哦，出来出来，都在我这，我这，哎，滚！哎，滚！出来，都提了，都提了，哦！其实这条我爸刚才在找这边，然后又从这边一直在找，我就感觉哇完了，被我挖断了。我就感觉应该是在这边，因为我看那个眼挺像的，我就忙着去追他，没想到给我追到，哇，满手都是血。好，今天敬你一躬。大家都觉得说有没有可能挖断，我爸是不可能挖断的，我是可能挖断的。嗯，可以可以。黑总上，快点，章鱼，章鱼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挂住那个水多了。
快点快点，超水道超水道，快点，在下面，下面有个洞。都在哪儿？都在哪儿？不嘞，不蒙了，不蒙了，不老爹上手挖了、啊、上火上火上火，那抬起点不要狡辩，听就是了，知道吗？地毯式搜索，地毯式搜索。这样哈，都是没有，在里面，在下面，赶紧，赶紧把土挖开。你闯祸了，黑总。现在看能不能抢得到。完了，水进来了。哎呀，水进来了。哎呀，快到了，都快到了，然后快到了，哇哇哇，这下难搞，这下难搞了，这下难搞了，潮水进来了，没办法，就差一点点，就差那么一点点，从那边一直挖到这边，就差那么一点点又没了。我爸还是回头看了一下，可惜，主要是可惜。潮水涨得太快了，大潮水很快的。什么叫做跟潮水抢时间啊？哎，潮水太快，我们现在要上岸了。我爸的同行阿姨呀、啊，都是赶海能手啊，挖章鱼的。收获还是不错的。来，黑总拿出来看一下。不止这些，不止啊，还有啊，章鱼要么可能跑出来了，可能跑出来了，没事，挺多的。那鞋鳗大一斤多，今天鞋鳗被我挖断，里面有血都被我挖断掉。能卖，连章鱼的话能卖400块吧，还有青蟹，青蟹不多吧？不多，一两只青蟹啊。这里面有章鱼。400还是有的啊。啊。那个绝地的那个位置，整个池子里面啥东西都没了，而且又赶上他们这个下班也要开闸门，大潮水嘛，他半夜是退潮的，全没了。好多人都想知道老爹为什么赶海带头哥，因为我爹是骑电动车来的，然后平时让他跟我们一起走，他因为时间不对嘛，那今天先这样，咱们下回继续啊，拜拜。